祝福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今天阿芬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84岁。人拢叫吴爸爸的吴静安师伯。吴爸爸少年的时阵，跟着军队坐船来到台湾，一个人在高雄生活。后来朋友介绍，谢三爷太太谢赞，和吴爸爸漂泊的生活终于定下来。只是当时两个人结婚的时阵，太太已经有带五个囡仔，搁改嫁。吴爸爸忽然间变成五个囡仔的爸爸，伊是要安怎来调试？后来因阁生一个囡仔，吴爸爸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家己的亲生囡仔，甲其他的五个囡仔咧？咱就赶紧来看吴静安师伯的故事。起来了，面汤，盐美鱼，阿外公阿外阿叫伊。我讲国语，他讲台语，讲不。84岁，我叫伊吴爸爸啦，啊，我73岁，叫我阿爸。啊，听无，我在下面讲，啊，就有啊，有些会听，啊，有些用药的啊，对不对？普通鱼在你办理活动啊，都这个呀。有的时间啊，礼拜天的话，他们有人在要买东西啊，想起来他们说啊，拿着东西来啊，在那个做啊，我就帮他们做啊。那个是我当兵的时间啊，在海边啊，金门主岛的时候都是单独的起火，发的面粉嘛，都有这做这个东西啊，馒头呀、包子啊，这些都会啊，没有事情呢。我是民国36年，在湖北，在老家乡服兵役，37年，都来到台湾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呐，大概有21岁呀。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回去，慢慢的39年、40年一过了，慢慢的改变了很多呀，就不想了。功夫差就差咧，伊用筷就做大领，啊，伊用筷缩细领，我就是拢方面拢细，拢阮爸爸咧做阮姐，啊，阮舅妈做咧好，都是爸爸做，包水饺做是爸爸有时间，啊，他有做一种那个馒头，包那个黑糖的。那你像磨洋一样的那怎么行呢？哎，这要用力的。那个负责照顾他们孩子啊，我说我可以负责任，我也想的是也这个也是一种好事情呢，跟我结婚了噻，我也有伴呐，这是我是答应了啊，啊有个家呀，我自己有一个生活也是很安定呐，这个问题啊，我是这么想。
我这个是还是一个人走得很快呀、啊，我一个小时差不多，以前我得了就是要5公里啊，差不多5公里啊，是习惯的了，跟那个当兵一样，你三餐是干的，时间给吃饭，休息只是干的休息，但是我这个身体呢，哎，都很好啊，也不会说酸疼啊，骨头有问题。在我的印象中啊，我小时候爸爸到我们家庭来，我就说好像这个爸爸跟我们缘分很深啊，那哈，就说好这个好这个好，我们就是讲这样，回来就讲这样。可是真妈妈跟他结婚后，我差不多有一两年都没有叫他爸爸，差不多一年多了，真的很奇怪，都叫不出来呢，每次都被打，小时候被打，妈妈回来说啊，你为什么不叫他爸爸吃饭呢？我说真的叫不出来，每次回来都被妈妈打。我这个都是买的这个馒头呀，都买的很，我买了一个礼拜呀，就是这样的习惯的话，这个馒头没有放糖的，它吃起来很好吃呢。后来就是看他对妈妈真的好好哦，妈妈年轻就很会生病，啊，就是有脾气比较不好，可是他真的很疼妈妈，什么钱也会给他花，什么都让他，都是很疼他，都没有跟他计较什么，啊，也不会说要给妹妹最好的，还是我们怎样，没有偏心，啊，他都是想要去多赚一点钱给照顾我们呢、啊。我好像也是有看他做到哦，也真的有在关心我们，对我们姐妹很好。后来他是叫他的时候，后来他是跟我感情最好的。我到那个时间，我还是一个士官的啊，我在这个郑州里服务啊，我这个照顾这个小孩子啊，这是我是答应了啊。我这个太太也是很公平的，做什么事情对我也是很好。啊，有个家呀，我没有分呢，是什么？哪一个是亲生的，哪个不是亲生的，我没有分别。我做什么事情呢，很公平，但是我还是对他们相当于很真正当自己的，是我们一家人一样的嘛。他也上班，你先拿一个回来。这边还有，哎，拿去了。那怎么？他说他太太煮了。等一下，等一杯，拿一个点。好，接一下吧。这个买什么地方的？好了呢。这边。馒头有做好了吗？有啊，用好了。我吃了个馒头，他也给我切出来了。你女儿也帮你要了。因为我开店开始时，我是拢叫笨的啦，啊，后来就是爸爸比较有空，他就开始来做像春饼这样子，然后到就做一大家来拢做二三十领，啊，若得了，伊就过来做啊。啊，然后因为他在受训培训这了，伊就无闲怪我家刀卡手啊。啊，偶尔会在环保站吃他在那边做的。我从小到现在，我觉得我爸爸对我们家囡仔拢做好，他对我们这些姐妹就是很公平。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嘛，我前面还有四个姐姐，一个哥哥。你照你讲的，人会讲的，迄个我是亲生，所以伊会感觉讲较疼。啊，不过其实在他这样看来，别人看也是，他真的很公平。很公平对待这些，怎样去跟这些小我们这个姐妹互动？
我小时候印象呢，让我最感动就是有一次有台风，他也去工作，我看他都下个水，在水里面，真的在他在水里面，我拿饭要去给他吃，我就看到他为什么那么辛苦，我都看他穿的那个雨衣，人家像是以前抓鱼那个雨衣，全身那都在下在那个水里面，台风啊风刮得很大，最有印象最深的。他都是也是说，他赚的钱也没说是他自己赚，他没有，都是给妈妈，让我们妈妈帮我们照顾我们，对妈妈跟我们都真的很好。就是安尼公平对待，有爸爸对每一个囡仔拢视如己出，一家人的感情嘛愈来愈好。啊，不过伫十几年前。吴爸爸的太太却因为破病亡生，失去老婆的日子，也让吴爸爸失去了生活的重心。这个有个小包包的呀，戒指是留的做纪念的，这个小包包。这个太太就是我那个鱼啊，送的她的，这个小包包啊，我就留的了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这是她的一个小包包，这个就是她的，这些都是她的，我就把它留的了，其他的都没有留到的东西，那个这个从你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放大的，这边的塞了那个，从这个是也是一样的，跟那个一样的，把它放大的。不，这个不是结婚的，另外我们在一起照的。有些是年龄大了啊，慢慢的就不会了，就是这回来相思相到，有些我看到的啊，什么过节气日啊，得了我上烧个香啊，拜拜，我也看到的时间哦，一等啊，这十多年了，也是这样子想法。他那个是到了六十三岁了，得那个坐骨神经呐、就是生产的生多了的时候，叫那个小孩子，那个骨头啊，坐到的时候撑不长，什么药都吃了，都听那个广告给他吃药，吃的是特效药，吃了好了，好了又发，从那个肠胃医院一看，肾脏啊吃坏了，都治不好啊，治不好的时候就那样子就走了了。我打他九岁呀、打九岁，他是24年，我是民国15年的，算起来9岁的样子。好，但是他这个家庭他很负责任的，做什么事情呢？有些事情我在外面工作呀，他就对我把他办得好好的呀，他也不错呀，是不是呢？都真的很疼妈妈，我看她坐在那边，我真的想哭啊！我都看她哦，我都叫她，不然你就是退休了嘛哈。她也是有一阵子都跑去中南化，她可有一个寄托，她很难过，她真的很难过。我一直想着，我说我当兵也是一个人来的台湾。我没有回过大陆上去，但是在台湾这也找到有一个伴娘，这过得是很快乐的，有一个家，过年过节呀，大家都在一起。现在太太一走了，这也是我一个人呢，但是有一段时间啊，是心情是不大好了。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夫妻跟我先生同修嘛，进去慈济以后，然后后来就是我爸爸看到我们夫妻两个这样子在做，觉得这个团体不错就进来，然后他喜欢种花，然后第一个进入就是叫爸爸到环保站做那个花花草草的工作。心情低落的吴爸爸就在好心找家的鼓励之下，决定要走出来。
来到竹节大树环保站，吴爸爸开始照顾花草，也让他的心境有了转变。以前是没有这样子摆啊，他们的稻米是这样的一个盆子丢的，那个盆子丢的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啊，用这个一般的把它一个架子啊弄起来，我们平常要活动啊，可以做那个布景啊，也都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像这个也是黄了，也要剪刀把它剪掉，看你们这个草要把它拔掉，这是还是要下肥料，很要功力，你没有耐心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种啊。长不好了，种花呀，做其他的工作，这个精神呢，就集中在这个上面了。在以前，我有一段的时间呀、我的太晚生以后，我的这个毛病也是很多，胃啊有毛病呐、这样的毛病，那样的毛病很多了。这个病呢减少好了，我到环保站里，我这个精神呢就有集中了，我这个身体有很大的改变呢。现在的这个精神呢。全部带到环保站。钟小明呐、他姓钟啊，是我的鱼虾，他名字啊，那个是我第二个鱼啊，我们这一走啊，我们是第三走啊。第三组的时候他们有分配呀、这个开车子的都环保了，他喜欢跟我叫我出来跟他们在一起了。他做的身体好，阿哥会当出来咧为咱这服务呢。也有说叫他少跑几趟啦，像上个礼拜跑了三趟呢。我在讲哦，不要做那么多了。哦，你年龄大的，说你身体这样动得了，伊讲打紧了，他说没关系啦。这个就摆这边就好了。哎，哇！哇，丰收！哦，俺家都嘛都坐的，香花是坐的，一点嘛都坐。哎呀，哎呀，把这个压上去，压上去。这啊，什么都要。不能拿了。没关系。还可以。谢谢啊。嗯，感恩啊，感恩感恩。我来去车环保，车三车回来吼，我其实身躯拢一喘，阿妈会酸痛，我拢唔敢讲，因为爸爸伫遮，都无咧发生啊，我来敢讲酸痛，阿爸爸体啊真正介好。从年轻到现在啊，我这个什么骨质方面呐、三疼呐、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呢，没有这个情形呢。好，真侪人拢讲，阿恁爸爸较侪岁啊吼，做志工就好啊啦，免得培训啊啦。啊，我拢想讲吼，啊，阮爸爸的精神甲体力吼，拢袂输阮这少年人啊。啊，而且上因讲啊，讲要把握当下，在家里种种花草，不如来环保站种种花草，让大家吼认识一下，这样也有个伴。再来一车回来了。一天就两次就好了，不要三次，这样太累了。那是上一个礼拜谁再过了啊？那一天拖了三次。真的不要太累哦。对了，不差不多了，能够做好就算好多嘛。对呀、是这样对。开始，好，下来感恩，我喝水了，休息了。现在大家那么多人的那个都熟悉了吧，他们都是叫我叫吴爸爸吴爸爸，感觉是一家庭一样的了，都有人跟我讲话，聊天呢、怎么做工作呀，做什么事情呢，跟我们一个家庭一样的，那个心情都有改变很多呀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结束了。
你较较够安尼得啦。完得啦。阮爸爸伊拢较知影，伊要食啥，伊拢较知啦。啊，阮较少咧转来煮哦，爸爸食。拢媳妇他们啊，嘿啊。他比较喜欢吃清淡的。爸爸啊，较爱食清淡的。也可以叫爸爸来煮啊，爸爸也会很会煮菜啊。他以小都是他在卤东西、煮东西，他很会。有时候那下班回来也是他在煮啊。会下子的男生都是很体贴啦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边嘛，不一定是在家里，也会到我家，也会到妹妹他们家，都是这样。兄弟姐妹聚餐的那个几率很高。总共有几个孙子啊？哦，十几个了，一个叫出来，四个，四个加上也是四个，八个，八个是三个，这是个两个，加他们这个三个，十六个，十六个，现在呀都来了啊、哦！对呀、啊，太懂了吗？你们有分呢？你们咬翻阿公，那孙子在等你喊开动啊！有咬翻呢，你们咬翻呢？好啦，生猪了，开动。好了，那个时间我们人少啊，现在一年年增加的人都多了呢。嗯，平常没有见到啊，一大家回来看到的时候，哦，这么多人呢，在一起在热闹的，哎。孩子都很会生，才会有这么多孙子啦。没有很幸福的感觉啦，孙子很多、啊。当然的，趁过年的时间收红包啊，每一个每一个都有了，是我，但是我发红包也是一样，看到这么多大的小的都很欢喜，一个大家庭呢。走过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，吴爸爸在台湾找到业处，虽然相爱太太不幸亡先。八十岁吴爸爸，却伫个这年纪实在自在，找到伊晚年心灵的依靠。不管伫个面对厝内的人，面对环保站的自在伙伴，吴爸爸都产生一位慈祥的大家长，无私心的付出爱和关怀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期待后一届有更加侪爱的故事，会当甲大家斗阵来分享。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